回到这里，产品利润。然后接下来麻烦请用枢纽分析表分析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，请勾年，再勾季，请勾订单日期。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三个年、季、订单日期？这个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。好，点选2016年的第四季的11月。这个意思就是它现在呈现出来2016年，就是只看2016年第四季里面的11月，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？那一年的桌子出现很大的问题。2016年的第四季的10月负一点点，11月负6900，12月负3500，我就去观察到说，在不同时间它的一个桌子的表现，我这样一目了然。好，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，然后你就可以分别来去做筛选。当我看到2016年这边有负的6万6，2015年呢，桌子还好，2014年这边才负2000多，这边负2000多，不像2016年一下负就负六万六，前三个年度都是一点点微薄的负。好，请你们来去玩交叉分析筛选器。